头顶上，头顶上稍微有点痛，头顶上稍微有点痛，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像那个，飞碟一样的一个东西压在我头顶上，飞碟一样的那个东西上面呢有好多那个，像手术灯一样的那个。灯光啊，无影灯啊，就是很多的一个灯光啊，因为那个平时我们看的那个，看到飞碟上没有那么多灯光，但这次看到有好多的灯光，在我头顶上，到一看，确实是无影灯了，一开始像飞碟，然后一下子变成无影灯了，我就看到我自己躺在那边，几个医生在帮我动手术啊，几个医生在帮我动手术啊。几个医生帮我动手术，就把那个太阳能这一路的切换过去，切换成太阳能的，前面是一稍微做了一下适应性测试，感觉挺好，挺好，现在就在给我动手术感觉看起来很大很大很大，那个。像又像飞碟，又像个无影灯，现在看起来是很大的一个无影灯了，无影灯，帮我切换，本来我在做事啊，在写标题，把临牌的标题写出来，但我知道给我动手术的话，那我过会再稍微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再继续做事情，稍微休息一下啊，好。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嗯。